刀两枪，打包。一滴，左边一个，打残了，站的围墙，靠你那边，靠你那边好像。这么近吗？我们去右边有个小队，来，小杨。今天这个刀。今天倒了，过年倒了，只剩二边。 一滴血，这边倒了，没开过门，这边房顶有人，哎，这边房顶上，一个房顶，倒了，这边拉出来一个，全是的，全是的。 中间的倒了吗？哎，没倒吗？我操！倒了。干拉马路上，打一枪，马上到房子。丢雷，丢雷，走到后面。我不能了，你扶。一滴血的。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完了。好枪！我以为他丢的是那个雷，我操！安全手雷吗？ 我看他丢的啥？我操！太准了吧，哥，能救能救，不用封烟。真是烦呀！ 倒了倒了，我不管了，我要干拉了。漏了漏了，哦哟，准！操，感觉看不到他人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不到他，房子里。就在房子里，翻进去了。倒了倒了，隔壁二层楼最后一个。 刚才那个车就是往就停在这个山上坡上，楼下指使，打扰一下，脸上有个很残的，烟火有一个，左下压他。 丢我蓝圈手榴弹，死完了。没绝士兵，这个人趴着是几个意思啊？ 倒了倒了，左边二楼倒了，我直接贴了。最少还有两个，这房子要过去救。倒了，我楼上还有一个，我进这三层楼还有一个。 一楼，好，要顶过来了，这队在左。哎，我操，他妈真看不到人啊！